最近收到很多用户反馈说 Android 6找不到与 WiFi 盒子相连的接口。其实 Android 6的接口它是隐藏在机器的底部的。今天我就来教大家 WiFi 盒子与 Android 6相连的方法，下面请看教程。首先我们要拆除 Android 6下面的底板，在放倒机器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耗材的位置，不要压到了耗材。现在就开始拆除底板，使用内六角将螺丝一个一个旋转出来。底板拆除之后，它的接口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主板的位置，这时候我们把线的插头插进去，把线引出来就行。插头插好之后，我们只要把 USB 这一端给引出来就行，从机器的这一个小角落里把接口插出去。 USB 的这一端接口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把底板安装上去就可以了。现在线的接口已经引出来了，我们只要把它插入盒子的 USB 接口就行了。如果还有不懂的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获取 WiFi 盒子配网教程，请扫右下方二维码。